在高中比较少讲的是聚合物，其实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算是聚合物啊。那只是说我们在高中的阶段比较少讲的是塑胶，比较少讲的是塑胶。那这个东西，玻璃马这个东西是比较专门的一个范围，所以在国中阶段会跟你讲介绍一点所谓的塑胶、所谓的纤维，在高中来讲就比较少讲哦。这边还少一个东西，糖，从单糖、双糖、多糖、淀粉、纤维质，这些都是糖类。然后这些糖类就再回到这边来，然后跟氨基酸 DNA、RNA 这边又牵扯到一起，所以这整个来讲是高中有机化学的根本。那你说这个东西呢？我们是从这个东西开始讲，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里面进来。那因为要讲一个东西，所以说要讲开放。所谓的芳香族。芳香族的化合物，那这到底念金、青、听、听？打电脑就打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OK， 我们就当听好。这边所讲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要进入到这边本这个东西来，到了本以后，那个东西就多得不得了，那个东西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说在本环上面加上任何一个东西以后，它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出来。好比说，这个叫分，这个叫我们叫甲苯，英文名字叫做 toluene， 啊，这边苯甲酸，这个东西叫做 lye。各位去上厕所的时候，都会看到这个东西一颗一颗的，那叫 lye 丸。各位在平常的那个杂货店里面去买那个所谓的樟脑丸，现在没有樟脑。都是赖的啊，然后这叫分还是冲，我都弄啊，会更浅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会多到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
在这种状况下面，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一个本环。我的兵种叫做化学兵，我们化学兵的符号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化学兵的符号中间就是一个龟壳子，然后呢两个烧瓶，这就是化学兵的符号，这是国际通用的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，之所以要讲脂肪族，这是脂肪族的东西，最主要是要讲芳香族的重点，然后从脂肪族的混成鬼运讲到芳香族的整个的胎荐的问题，然后这一些就是我们在整个有机化学上面所要讲的一个重点。有机化学上面第一个，我们不讲合成，所以不管任何的讲义上面绝对没有所谓的有机合成的东西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机的分析。这个分析不是指分析有机物，而分析有关于它的成分，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有机物，问你里面碳有多少，氢有多少，氧有多少，类似等等，这个就牵扯到什么？这是在高中有机化学里面非常非常喜欢考的一个东西，非常喜欢考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，这个部分会花我们一部分的时间，因为这里面所牵扯到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各位对有机化学的概念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？从陈宇开始。啊，从我。啊，你读过有机化学，国中也读过，高中也读过，那你认为哪里比较困难？计算没有接触过，因为蛮陌生的。直接想到一个东西，
志杰是所谓的关联机的问题。语言是计算，成分计算的问题。程序最主要的问题可能会在哪？脑波。计算问题会比那个名词还要大，对我来说。你用呢？当我们讲有机化学的时候，一开始一定会先定义什么叫做有机化合物，是不是？志杰，你所了解的有机化合物的定义是什么？含有碳、氢、氧的一个化合物，它里面还可能有硫、有氮、有磷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例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碳酸根的东西就不叫做有机化合物，引申出来的二氧化氮、一氧化氮不叫做有机化合物。另外有一个东西。氢就三氧，这个东西不叫有机化合物。那衍生出来的 SCN 这个东西也不叫做有机化合物。这些东西把它除外以后，含碳、氢、氧，最主要是三个东西的，叫做有机化合物。我们所谈的就是这个东西。那我们刚开始谈的所谓的烃类，烃类这个东西原则上只含碳跟氢。好，刚刚讲到命名，对不对？可以讲到命名。志杰的，志杰是讲，关联机的命名，对不对？关联机的，什么叫关联机，对不对？哦，说真的，那些字哈，我跟我儿子讨论的时候，他说，大家练的都不一样，然后。结果呢，大家都知道说彼此在做什么东西。好比说，这个字大家都会念，对不对？酸。那这个字，很难念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以前念缩，可是呢，你去电脑上找不到这个字，就这个字标，我现在都忘了该怎么念。句，不是句，绝对不是句。是啊，所以类似这些东西说着好。那我们到时候用中文讲的时候会有一些卡卡，会有一些卡卡。好，另外呢就牵扯到一点，烃类的命名，由烃类的命名所衍生出来的
有一个名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异构物的问题？那异构物，请问有没有公式可以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所以说，即使会考你异构物，它那个分子会不会写得很大？绝对不会超出5个碳到6个碳，绝对不会超出，因为再多的话哈，连那个老师他自己也受不了，他不可能这样一写这样。请问，这有多少个异构物？你大概画1个小时都画不完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慢慢去算。所以最多最多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这已不得了啊！这已不得了。所以他即使会考异构物，也不会考到那样子让你自己，让他自己都没办法下台的那种地步。啊，另外就牵扯到一点呢。结构的问题，那结构的话就有公式，什么结构呢？我随便写的啊 ，C15H20 这一个厅内的一个化合物，请问它有多少的可能性结果？这个就有公式可以算，然后呢，它算出来可以告诉我们它有可能有多少的三键。有多少个双键，有多少个环，在这个化合物里面，这些有可能会有多少，或最多会有多少，这种是可以算出来的。啊，这种算法对一个高中生来讲一定要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就随便写一个，问你说这里面可能会有多少双键，告诉你。我不考你异构物，我只问你说这里面可能有多少双键。然后呢 ，A B C D E， 然后五个阿拉伯数字，你慢慢去选。所以这样，既然有公式可以算。那我们就要会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类似说刚刚讲成分计算那个，是因为有公式可以算，所以说你就必须要会算。这种没有公式可以算的东西，你放心，那个老师也不会去找他自己的麻烦。所以这种东西，原则上他也不会说去出个题目，要你去说，请问这个有多少的异构物？他不会这样做，啊，他只会说命名，厅内的命名的问题。那厅内的命名，它有一
套命名的系统，然后这一套命名的系统是全世界固定的，然后这一套系统会牵扯到一件事情，你如何去看待这一个定位化合物，你如何去看待。好比说，随便画一个，请问这主链应该在哪里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多是多少？八，所以。它的主链会变成，然后你就开始命名。这就是在高中阶段考听类命名的基本形态。语言写过这种题目吗？没有。志杰呢？没有。陈玉呢？也没有。好，下个礼拜各位拿到这个讲义的时候，这种题目会很多。那这种题目为什么要那么多呢？只是让你去练习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命名。然后这边所讲的所有东西，各位，这边所讲的所有东西都牵扯到命名了，但是这边唯一会考命名的只有听类，唯一会考命名的只有听类，除了芳香剂跟止黄剂以外，其他的东西原则上是不考命名。好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，在大学你会，如果说你读，你所选择的系所可能会碰到化学的状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说你读龙的话，有机化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而且这有机化学里面读龙的话，原则上是偏这一边，就是从糖啊，从糖氨核酸和核氨酸一直到 DNA、RNA 所谓的生化。有机化学一共分成两个大类，一个是生化，一个是有机。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这两个是分开的。我们化学系只读有机化学，是讲这种东西的最主要的是讲合成。生化原则上是不读的，但是如果说你要读龙的话，像那个你刚刚考完那个学测的那个叫什么？加宏，他说他要读生物，我不知道他最后申请的怎么样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好像理大，理大，
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然后好像现在准备，哎、欸，好像当去那个台艺大面试吧。那到底要读什么？台艺大跟艺大都差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台大是想走艺走戏剧啊。哦，OK。那天我陪我女儿去艺专，艺专叫什么？台湾艺术大学。哦，没有，那叫北艺大。没有啊，台我们讲的台艺大都是指北投那一大，那叫北艺大，台中路，反正两个艺大我永远搞不清楚，反正艺专的啊。艺大世界。就艺专，然后呢，然后我陪他去面试，啊，那如果说你读工学院的话，你要选择工学院的话。你只会碰到一个普化，普化读完以后，普通化学，普化读完以后就永远不会再碰化学。但是如果说你要读农跟医的话，那对不起，至少到大三你还在读化学，就牵扯到这一点，就牵扯到你去化学。好，我刚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我们把厅内很快的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，各位在国中全部都读过，这边呢最主要的是讲完稀缺，国中不讲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国中不讲本，国中只告诉你说这个厅内呢是分成完稀缺，这三个东西叫做脂肪子的化合物。那苯呢是叫芳香族，为什么叫芳香族？因为有味道，不管是臭味或香味，啊，它都原则上都有味道，啊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，这边在高中还会加一个
这就是高中所要讨论的所谓的烃类的东西，芳香族四个啊，没有，脂肪族四个，芳香族一个。那芳香族为什么只说苯呢？因为苯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然后从这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往上加，然后呢，加的越加越大，越加越大，越加越大，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大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呢，就是苯这个东西。好，刚刚讲的。这个里面，烯类它是有 double bond， 炔类它是有三键，然后呢这是单键，这也是单键，但是这是环。在这种状况下面，我告诉你有一个 C5H20 的这个东西，然后里面不含苯。这时候就牵扯到一件事情了，我很快的把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跟各位做一个初步的介绍。这个是15，二乘十五，这边都是二乘十五，二乘十五，二乘十五，二乘十五等于30，30减掉这边20，这边会有10，对不对？啊，十的话就有很多的可能，对不对？当它多一个双键的时候，当它多一个双键的时候，原则上它会少几个氢。
下礼拜各位拿到那本讲义的时候，上面会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另外，上面所有的习题，各位尽量做。我不敢说要求说你每一题都要做。上面所有的习题原则上我都已经有答案，因为我都已经做过一遍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挑几题的选择题出来，然后里面都是选择哈，里面没有所谓的计算，没有所谓的那个比算的东西。那在这种状况下面，我们来讨论那些题目该怎么样去处理啊？这样的话，让各位起码在有机化学这个领域上面不会显得太生疏，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。因为有机化学可以讲到非常非常的细，我记得有一个人很有意思，他有一天打个电话给我。然后就说，我现在传一个图给你啊，麻烦你跟我解释一下。然后他用手机传一个图过来，然后我看那个图以后，我就跟他联络，我说，你传这个图给我，用意是什么？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他的反应基准，也就是说，从 A 到 B 这个中间，它会所经过的所有路径，请你告诉我。我说我怎么可能？你随便传个图来，我就这样可以这样背出来。我都即使说教有机化学的教授，他都不可能办得到。说那你不是学化学的吗？我说我是学化学。我即使说我化学系的有机化学老师他都不可能办到。这一点在有机化学上面算是最重要的，但是高中不讲。合成高中不讲。光谱高中不讲，除了成分分析以外，刚刚志杰说